50苹果日报袁尚努2015年7月22日名彩论坛 E04 顶级顶肺尘也不要饮头啖水就无事某牟利专家言之凿凿政府顾问别再拉匀一世了头啖汤要抢头啖水就放源头减肺浪费的是东江水真金白银自己水自己淡 A 不需要向阿爷道歉的比个名份 IX 叶刘大妈大整蛊讲得咁白摆明是说浪得养艳丽包了还要拜堂过大礼入门坐正浪得包小三纳税人付钞冇得追究这样至低限度俾公众玩谋对新人闹新房玩乜好一二三干杯兜饮完水有了创科局年轻人可以买楼结婚生仔立法会某位建制专才口舌辩及年轻人唔信保育党但公安党却令人半信半疑创科局急于上马是不是公安局撑创科首先黑晒市民的电脑个人私隐一览无遗到时到后有人上门问阁下有无兴趣买四宿楼同时通知你你有潜质生五个只要五分三是跟强国妇女生就得雨伞运动引晒精神有病的人出来七合五二唔使应审只要验血赖完毒上脑吧发神经又点黐根提议不如全香港自杀叫他示范含头埋肺蹲避雨亭